您现在尼维亚的阿迪只是很有注意的，你看演得很绅士。家门口这个大水在桥高头啦啦啦啦啦，水浪来着啦啦啦啦啦，你看那个好大水在桥高头这么翻了，你咋办嘞？你今天下一大大雨，我竟然把它回家了。我的姐不在回家了，这单嘞，你们往往我们家门口水了，一万那个大锅吃了，扔了扔了扔了，一个大手杖捅下来的了，哎呦我的妈嘞，水来了，你好吓人呢。在街道，只要人没冲跑都可都行，保一条命在。在没他在找啊，这一张船就这几个人上来了，船小一下只能少拉几个，少拉两个，少拉两个往上上，咱个里面困的人多，困了几百个人。点干什么呀？八八道，不是，拿点干。好了，回去。先把那个绳子绑到。来来，把拉脚拉脚。我们从哪走？原路。啊？不原路返回。从哪？那边吗？渡海吗？你在那边去吗？我到那边，你那边是吗？我那边过不去，那边站，那边过不去，那边我过。对，雨水多大，还得站，马上洪水要上堤了，啊，还得站，上面还得站，搞出来了。看到前地上去看看哪个桥了。哦，跟大队长边站，跟大队长边站，那个人吃不到，那个人吃不到。开了。打电话来着。啥子嘛？你有的是？啊，我有的。啥子嘛？喊你救他。啊？是不是他上家嘛？他直接开就走噻。就是食堂的上家。我不知道，我都看见你往哪出。交警大队大队长、指导员王潘，我们队员参与这个救援，这个越野车司机，毕竟人已经出来不到了哈。跟警察叔叔点赞，跟警察叔叔点赞。
注意安全哦，注意安全。孙子，找孙子，找孙子，快快找孙子！先喊那个人爬出来就对了噻。走电动车出来的。哦，那个人已经出来不到了。小伙，早点注意安全。注意安全，小伙，弄不到就退出来，早点。赵军先爬上去，还赵军先爬上去，先来走走高头去，把赵军拉上去，先把赵军拉上去，哎，漂河快快，老三，老三把赵军先拉上去，哦，车子沉了，沉了，车子沉了，沉了，沉了。为他点赞，他冲水啊，为他点赞啊。啊，这个咋了？这个。同志们都看看我们家水发的大不大，我们现在都迁到敬老院来了，你们都看一看啊，这是我们洪集镇，大水发的大的不得了。这二楼进水的，这二楼进水的，二楼房间里面进水的。
这个漏袋呢就剩一点头子，漏袋已经剩个头子了，二楼已经给水泼着了。